上次谈到的就是那个例子中中跟北的差别。这个声音没有，为什么？这个调整一下声音。下次我们就是上课之前，大家测试一下这个，这样比较好。所以呢，上课后调整，对，上课之前就调整一下，对。后面的人听得懂吗？听得懂？哦，这么厉害，应该有天人同，我自己就听不到。好，那随显是自身之后而起之法，这个我之前讲过了。这个悟是悟会了，这个悟不用了。随显是自身之后而起之法，悟就不用了。那主要的这个里面讲到的就是说，随就是跟随的意思，显示就是显示就是北的另外一个名字，知道吧？对，比如说，那我们北总北的北，这个北另外一个名字是显示，这是翻译的关系，没办法。所以呢，藏文里面就是萨瓦，萨瓦就是直接意思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显示的意思。那这个显示是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上的这个显示？这个显示就是说跟随北。就是这个意思，跟随自己的别嘛，对，跟随别，跟随别。那自身之后而起之法，对，那自身的意思说跟自己相通的种类啊，或者同类的那种的，对，跟随这种的别而起，对，而起的法就是叫做种，对。那大概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讲的话，这样比较好的，不然的话我们学习的时候有点困难。就是第一个是文化不同，第二个就是翻译上的问题，知道吧？比如说举例来讲的话，无常，无常是种，知道吧？我们都是无常的本，那我们都是无常的显示，可以了。那无常永远都是随后跟随我们，跟随我们，对，那我们都是，我们跟无常是总是同类的，同样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也是无常啊。那所以呢，我们无常的主要的原因，无常都是永远都是跟随我们，这是一个讲话的方式而已。那反正你在哪里都无常在哪里啊，反正就是你的本质是无常，所以呢，无常就是跟随你。那无常的别，唯一的就是我们，是吗？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山河大地都是一个无常的别，无常别就是不一定是人类嘛。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比如说随显示，对，随显示就是种的话，种的话它就是永远都是跟随自己的别。对，就是这个意思。那自身之后，自身这个自身就是代表是相通的，对，当然是就是说无常跟随谁，跟自己相通的法，对不对？自就是跟自己相通的。那相通的法是什么？自己的别，知道吧？比如说从无常的角度来看的话，无常骗入是片于就是一切的无常，无常就片于一切的无常，这个代表是跟随的意思，随的意思。对，那无常不在于就是常法上面嘛，知道吧？那原因是什么？所以呢，常法不是他的别，常法他的不是他的显示，所以呢，他不跟随于常法。对，就是自身就是这个意思。
那随后儿媳之法，对这种的跟随自己的别人而后而媳的这种的法，就是叫做种的意思，种就是本身是这样子。那这个阶段我们要学到的东西，就是一方面来讲翻译的问题，翻译太复杂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了，但是最主要是翻译错或者是正确，但是我们依靠它而去学习，学习是一定要正确，这样就可以了，知道吧？那种跟别的差别，比如说我举例来讲，这大概讲的种就是说，所知。是种，所知的别是什么？人类、禽兽、山河大地，还有所有的其他的物，都是它的别，知道吧？那种别关系的条件是下面讲的，没有问题。这个是我们慢慢容易理解的，对，种别关系的。之间的这个差别是我们可以慢慢下面就理解的。好，那所以呢，那第一个是人也是种，知道吧？人是种，我们都是人的别。你看这样子就是他，反正就是他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他自己有别的话，他就是叫做种，种别就是其实。在中观当中所讲的互相观待而存在，确实如此。种别就是种，也是相对它的别来讲，它是一个种。它有别的话，它称之为就是别而种。那别的话，就是它有自己的种，种的话，它叫做一个别，大概就是互相依赖而存在的。这样子了解就可以了。那你看，我们种是不一定是一个，我们种太多了，知道吧？那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我们的种是多少？你看，存在也是我们的别种，所知也是我们的种，尘世也是我们的种，啊，无尘事物有为法，还有无尘。人，这些都是我们的种，知道吧？都可以种别的关系，我们和他们有种别的关系，种别的关系，就是这样理解就可以了。那你看这里讲为种的现象，它是一个为种的，种的定义就是这样子。前面我们所讲的，对，那种从原始们分为三种。那种物它本身分类的话有三种，那第一种是什么呢？种类，这个种类的话，真正的前面讲的种就是真正的种，就是种类，知道吧？前面我们就是讲的种的定义的时候，猿犬们分为三种的，三种当中真正的种就是种类，种类是真正的种，知道吧？就是这样就可以了。那第二个。种异的话，其实我们平常叫异种，但是这里讲种异。对，异种的话，它是一个分别的显现，知道吧？没有，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了。任何分别都有异种的显现，知道吧？那任何分别都有异种的显现，这个叫做种异也好，异种也好，这个叫做异种。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比喻。这样比较好的。其实我们平常五根视野看，对，与此同时，直那个，哦，想它的，看它的一些的分别，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分别的，显现境跟分别的真正的对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感觉不到的。知道吧？我们没办法辨别是那个分开的。那其实这样的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在法称在释量论当中提到的，就是一个举例。他说，在一个人在雪中，就下雪的时候在雪中嘛，那在雪中的时候，天气太冷，
他一直想要那个，反正就是取暖取暖嘛，所以呢，一直想木材木材，想木材的当下，他心里支持木材的分别存在的。当下你想什么样的木头的时候，就一样的木头，你想要什么样木头的话，木材的话，都可以显现出来的。当下分别所显现出来的这个木材的形象，这个显现叫做一种，一种就是这个。那这个是法称在四念轮当中讲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可以讲啊，比如说今天讲过去的你，很多事情现在就可以显现出来的。一想到它的时候，当下你显现出来的样子，比如说你昨天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花朵的话，今天还是回忆的那一刻，就产生了一种显现昨天所看到的这个花朵的分别出现了。这个分别显现，今天显现出来的这个花朵的样子，叫做花的一种，花的一种，这个叫做种意或者一种，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那平常我们一般人是怎么样？佛教的哲学当中提到的就是，凡是分别的话，一定是错乱的。分别都是错乱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任何自己看到的东西跟法跟，它的一种合唯一的显现出来的，知道吧？对于自己的显现经常有错乱嘛，所以呢，任何的分别都有错乱的原因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想起一个瓶子来。当下我分别想起瓶子来的时候，分别显现出来的非瓶，既然是非瓶，非瓶子的一种。这种的分别，瓶子跟瓶子的一种和唯一的显现出来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瓶子是哪一个，瓶子一种哪一个，他没办法辨别的。他就和唯一的显现出来的话，那这个是对记不能说有问题，问题的是谁？当然是只拼的分别。只拼分别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他的对于自己显现经上有错乱的成分存在的。对于自己的显现经上错乱的成分为什么存在呢？只拼的分别显现出拼字来的时候，瓶子跟瓶子的一种合为的显现出来。本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原因是什么？基本有无他们程序的就是，瓶子的一种是长方，瓶子是无常的，知道吧？完全不同本质的，这两个是分别显现合为一的。这样的情况下，任何的分别都是错乱事，错乱于自己的显现性上面，所以呢，凡是分别的话，一定是错乱事。这个是四大宗那个，佛教共同所承许的，知道吧？凡是分别一定错乱的，这种的看法是所有佛教公认的，知道吧？不仅仅是经部有部，比如说我们从有部开始到中观、密续都一样的，分别都是一定是错乱事，它错乱在哪一个地方？错乱于自己的显现性上面，知道吧？那这个是很清楚啊。比如说，我举一个，还是讲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很想要有一个想要木材的时候，当下你绝对会显现出木材来，这个是分别显现出来的。当下的你就是木材的长短，就是多少，全部都显现出来的那一刻。指木的分别显现出来，这个木材是不是木材？不是吧？不是啊，这个以逻辑上来讲的话，逻辑来判断的话，容易看得出来。这个分别，这个是木材的话，那法称也讲的，这个木材的话，那就是谁都有木材的，知道吧？那就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家里想一个。100万就可以了，
知道吗？值100万的分别显现出来100万的，这样的话，它显现出来的100万的形象，显现是不是一个100万？不是吧？是的话，那你就得了吧，对不对？不需要上班啊，每天都躺在那里想就可以了。对，这个是一个逻辑上来就推理，确实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种这个第一个是种类，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它有没有别？它有别的话，它有就是嵌入自己的别，知道吧？所以呢，称它为那个种类，就是种类，就是这个意思。一种的话，它是任何分别的一个显现，知道吧？任何分别的显现，那它是一个分别显现它自己的对境来的时候，对境跟对境的一种合为的显现，这个叫做一个一种，知道吧？那你看，我们平常混合在一起，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没办法，过去我们没有学过了。没有经历过了，但是我们错在哪里，根本不知道。其实过去的祖师大德或者释迦牟尼佛，当然是我们的那个起源点，他留下来的这么殊胜的一个教育也好，或者法脉传承，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做错过。那所以这个过程遗留下来的，他的殊胜。可贵之处是什么？这是我们一定要佛弟子要了解。他们遗留下来的，我们平常讲很殊胜，知道吧？很珍贵，但是我们不知道殊胜之处，又不知道珍贵的地方是什么。珍贵地方就是它深处，比如说，你从根方面，就是从根处，你的错乱。他用任何的方式来根除你的所有错乱的、颠倒的，对。那平常我们讲说无部大论，这个无部大论的学法是一个那兰托大乘，就是他们从那里留下来的，知道吧？这种方式。那无部大论的话，你看它的我们。套用五部大论的学习知识来去学习佛经，怎么去学的？那我举例来讲，所以我们逻辑部分的话，陈那菩萨、法尘、七部量论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佛法的理论，佛法的真理，知道吧？我们实修者利用法尘的。或者承让他们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逻辑来去学习实修，那实修者实修的时候，该要用的就是适量论或者极量论、七部量论等等所讲的内容，用这种的逻辑来去实修实践。那讲中观的时候，龙树传下来的。中观理句六论，或者是那个月城的入众论，入众论的自释，还有很多很多，中观四脉论等等，这些都是讲我们主要所修的见解，知道吧？实修者要所要主要所修的见解，就是他们讲的，我们实修者。修到了什么样的见解，才能真的你就是见相应佛法的精华心要？所以他们谈的就是中观正见。我们所修的中观正见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学习？当然是我们利用法称陈让他们传下来的正确的逻辑来学习我们所修的正见精华心要嘛，就这个。那弥勒四十五论当中提到的道次第，这种广行的道次第，相关当中提到的广行的道次第的话，这个也是我们所修的道。龙树集弥勒
从那里传下来的广习与圣戒的这个二大道次第，都是我们利用这种的正确的逻辑概念来去学习或者实修，就是这个。那所以呢，那我们数量的话，大概就是佛法的名相或者是一个名称的话，当然是居舍论当中或者大毗婆沙中，他们讲了很多的道次第，或者是每一个法的法名相都讲得很清楚的，大概就是这个。那律论的话，大概就是我们遵守的三曼耶或者戒律的一个戒条的方式。其实这个无不达论的内容，在一个人的修习上缺一不可的，确实缺一不可的。那所以呢，我们在现在就是学到的学的东西是这个法式跟无不达论都各个无不达论的内容都有关系的，确实有关系的。现在你看不到讲了一些一种什么什么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就枯燥无味吧，知道吧？这是自己个人的问题。本来就是他这种的教导，就是说，平常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哎呀，分别都是错乱的，为什么？根本不知道。有一点点理，就是有一点点理解，但是没有透彻的了解。对，分别错误在哪里，知道吧？那所以从这样的教导，我们学习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慢慢学习的话，它让你根除错乱，你彻底了解，哦，原来是他们的问题在这个地方，知道吧？那么这样的理解的时候，才能知道佛法的可贵之处，了解它殊胜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的，对，那不然的话，我们学了很多，学到的东西变成为就是世界的知识一般的话，那对自己来讲帮助不大的，就是这个。那所以呢，刚才我们这个阶段讲的就是分别的显现，对，分别任何的分别都有自己的显现嘛，知道吧？比如说举例来讲，你想瓶子的时候有纸皮的分别，它有显现为瓶子的一种。那你想了一匹马的时候，对，直尺马一匹马的分别又显现出来一匹马的一种。这个一种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另外一个，知道吧？一定要连接起来，不然的话单独一个一种是不可能的。对，你想人的时候，这个分别就显现出人的一种。他想雪山的时候，指雪山的分别显现出雪山的一种。他显现出一头牛的时候，那指一头牛的分别显现出一头牛的一种，大概这样的解释。那你这些了解了以后，一直类推，脱离困阵就可以了，知道吧？对，指任何法的分别都有它的就是一种。这一种就是比如说举例来讲，花跟花的一种的话，这两个是指花的分别没办法辨别的，没办法分开的，知道吗？比如说我们演示来讲的话，透明的一罐瓶子，一半是牛奶，一半是加了一个水，搅拌了之后，我们看得出水的成分跟牛奶的成分分得出来吗？一样的，也是分不出来，分别也是没办法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就是一张桌子，那只指一张桌子的分别的话，他看到桌子的时候，桌子跟桌子的
一种，这两个是没办法分辨的，没办法辨别的。这样的情况下，它显现和唯一的显现，这样的话，这个是它错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瓶子的一种，是由于分别来捏造出来的，不是说瓶子它自己本身上面具有的一个东西，不是，这是我们显现它的分别捏造出来的一个正义，所以呢，它就是错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你们可以比较清楚吗？好，那大概就是任何的分别都有这个。好，那我们就是你要了解一种，一种是什么样的呢？一种就是任何分别的显现，知道吧？那每一个法都有一种，我们平常讲每一个法都有一种，这个是怎么来的？只是任何法的分别显现出来的一个一种，一种是由于分别来捏造出来的正义，正义就是本来就不存在的，但是分别捏造出来的一个对境，知道吧？那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用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梦是几乎都是分别的，知道吧？做梦的时候，你好梦也好，噩梦也好，昨天你梦到了那梦里就是你梦到大象，一头大象，大象是多大？非常大嘛。但是我们现在台湾来讲的话，你卧房多大？没有那么大吧，知道吧？那你睡在卧房里面的时候。你往上咫尺为一匹大象嘛，一头大象嘛。那显现出来一头大象的时候，这个当下的分别显现出来的大象的样子，知道吧？这个一种，它把它转换成，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大象来看待的时候，就有起到作用，产生一些的感受吧，知道吧？梦里，那当下。持一头大象的分别显现出来的大象的样子，是不是大象？不是吗？这个很清楚啊。是大象的话，它在哪里？你的房间也太小了，大象也装不下吧？对不对？那你当下你梦里所看到的这个大象在哪里？对，所以它只是一个分别捏造出来的正义，这个叫做正义，本来就不存在。但是你一眼分别捏造出来的，这个叫做大象的一种，就是分别显现出一头大象，这个大象就是只披当象的，只持大象的，大象分别的一种，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样的很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学到了以后，彻底了解了以后，其实我们。平时解释的时候，还是很多地方可以用的。休息上，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如幻如梦、泡影等等，讲了很多嘛，知道吧？还有《金刚经》里面讲的如幻如梦、泡影，一切法都是虚伪的、虚拟的，就如幻如梦般的，讲可以滔滔不绝的，知道吧？那顽劣去思维，扪心自问，告诉自己说，我平常。一直不断的滔滔不绝的讲说一切法都是如幻如梦般，到底是如幻如梦是怎么去解释的？知道吧？其实这个是我们非常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在这个地方，如幻如梦是我们相对我们反复来讲的话，很容易看穿、容易看破的一个。虚拟的话，知道吧？先这个是告诉你，这个幻化跟或者是一个戏法、魔术师的戏法等等这些，由于以这些的比喻来告诉你的时候，你才知道我现在显现出来的跟他的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理解了以后，哦，显现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个真实的，知道吧？
那一样的，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错在哪里，怎么去错呢？当然是你就是错误是很容易讲，但是错在哪里，这个不容易找到啊，知道吧？那一般我们学习的，比如说社内学也好，或者心理学，不管是学什么，你学习的过程要注意的部分是什么？比如说举例来讲，所有一切分别都是错乱是，哦是是跟着叫啊是是，那就没有再也没有去考虑的时候，以后就有问题，知道吧？你自己实修上也好，有人问你说，哎，分别是错乱是吗？当然了，是啊，原因是什么？就搞不清楚，有点不飒飒嘛，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学习就功劳就根本没有。我们学习的功劳是什么？彻底了解，知道吧？就是说一切分别都是一个错乱事，它错乱的原因在哪里？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这些都是了解了以后，那你可以跟人家说，确实有资格说它是一个分别错乱，就这个。那所以我们实修上有帮助很大的。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佛法。实修者的一个，实修道次的一个基础，最坚固的一个基础。先打好你的思想，知道吧？准备好，你思想非常清晰、畅通的无碍的时候，那你修什么都就非常简单的，非常容易的，就是这个。那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比如说"如幻如梦"这个讲话的话。那如幻如梦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跟你说梦是一个虚拟的时候，那梦是是一个错乱颠倒，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那梦是真实的话，不是虚拟的话，梦是相对你的梦是来，而就是成立或者显现出来一个梦境，梦就是这样来的。那梦是成真，它是真实的话，那梦是是一个颠，不是颠倒的，知道吧？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心理学当中讲的颠倒式跟错乱式，平时我们讲两个，那你们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你们想想看，知道吧？我刚才我们讲一点点的错乱，那再来讲颠倒更严重的。那颠倒跟错乱是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差别？差别在哪里？颠倒是错乱是。严重错乱是，错乱是，不严重错乱是，是稍严重。哦对，错乱是跟颠倒是，就是说，颠倒是的话，任何的颠倒是。绝对不能了解对立，知道吧？凡是它是颠倒式的话，绝对不能通达对境，了解对境。错乱是不一定的，知道吧？错乱它错的地方就是错的地方不一样的，错乱是错的地方在于显现境上，颠倒是错的地方对于自己的直视境上面。你看，直视境跟错显现境两个。错误的地方不同，所以呢，颠倒是更严重的。凡是颠倒，一定是错乱，错乱不一定颠倒的。原因是什么？所有的比量都是错乱，但不是颠倒。比量是量嘛，无有颠倒的了解对境者，怎么可能比量是就是颠倒呢？知道吧？颠倒也那个比量都是错乱，原因是什么？对于。自己的显现性上有错乱的成分存在的，那对于自己显现性上有错乱的成分是什么？所以呢，他对于自己的显现境，就是比如说纸拼的分别的话，它显现拼纸跟拼纸的一种合为一的显现出来的，知道吧？那所以呢，它对于这个显现性上有错乱的原因是什么？拼字跟拼字的一种，绝对不是合为一的，它想象的那样，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本质。对，大概就这个。所以呢，错误在
自己的显现紧张。那第一个是像将来也许，将来会有，这个里面有就最后有那个现代学的部分。但是我现在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阶段也是有必要性的。讲了一个简单的话，出乱世是我们有什么来就判断它是出乱世，或者颠倒也是如此。出乱的话，它对于自己的显现境上有出乱的话，这个叫做出乱。颠倒的话，对于自己指示境出乱的话，这个颠倒，知道吧？那我就是举例来讲，比如说显现跟显现境跟指示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知道吧？那我们就是只拼的分别。它的指示镜是一个瓶子，指示镜是瓶子，它的显现镜是显现瓶子跟瓶子一种混合为一的显现，这个是它的显现镜。那瓶子跟瓶子一种合为一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但是分别显现出来的样子是存在的，知道吧？这是你们了解吗？一定要分开啊！我举个例子来讲。这样子比较好的，好，它是一个，既然是一条绳子，又是它是一条蛇，存不存在？不存在嘛，知道吗？但是我们有的分别，看这个一条绳子跟一条蛇合为一的显现出来，知道吗？你就把它当做一条蛇来看待的时候，这个分别就一条蛇跟。这个上面的那个一条绳子，就是合为一的显现出来的时候，它根本没办法辨别蛇跟非蛇，知道吧？这个当下的，它就是显现出来的，一条绳子上面没有蛇，一条蛇的成分、身份什么都没有。那绳子上面没有，但是分别可以显现出来一条蛇的样子，可以的。知道吧？那分别显现出来的这个一条蛇的样子存不存在？当然存在啊，这是分别的显现嘛。这个可以了。我举例来讲，梦里我们梦到了一头大象，知道吧？梦里所显现出来的一头大象，实际上这个大象是存不存在？不存在嘛。但是你分别捏造出来的大象的样子存不存在？存在啊，这个分别的显现而已啊。那如果这个不存在的话，那就当下的梦是没有显现吗？啊，这个有差别，你想想看。好，你看我现在我们现实法，观察一下，你说沿这里暗下，暗看灯泡的时候，三四个灯泡，一个灯泡被变成为显现出来两个灯泡、三个灯泡，知道吧？你当下你看到的这个灯泡是实际上只有一个灯泡，那你按眼睛上面按下去的时候，它显现出来两个灯泡的时候，一个灯泡从哪来的？知道吧？镜上面没有啊，只有一个嘛。但是你按下去了以后，这个直灯泡的也是显现出来两个灯泡的时候，另外一个灯泡是。由于错乱的也是来加油添醋的，另外一个灯泡是根本不存在的，镜上面不存在的，但是也是的显现上也存不存在？显现上存在啊，对，它无喜的，没什么问题，就这样，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如幻如梦泡影，这个也是了解得更清楚的，知道吗？平常我们所讲。如幻、如梦、泡影，其实这个是境跟由境之间的接触或者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必须要透彻的了解。其实这样的话，自己个人实修上有极大的帮助，知道吧？那所谓的学到的东西都是一个，刚才我们所讲前面讲的，你指头上熟起来很多，我学过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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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吧，但是。没有，
一个是基础了解的部分的话，那就可惜吧。嗯，学习的目的是我们透彻了解法要，这是我们的目的。透彻了解法要的话，那我们就是实事求是，合懒合理合那个如法的实修，这是我们的目的嘛。那如法或者是一个这样的是必须要取决于就是一个透彻的了解它，但没办法，没办法那个不能没有清楚了解的话，那如理如法的实修是有点困难。你不知道如不如法是你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如法的如不如法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如理如法实修啊？这是逻辑上根本不合的一种内容，就这个吧。那之前也讲过了，不仅仅是这样子，这样的学习就是跟从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从哪来的？其实不是外在的物质上长出来的，我们大多数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不同的思想造成的一个结局，这是很明显啊，你想想看，知道吧？有的时候呢，知知人人，当然是你往昔创新力很强的，那今生也是，他的创新力导致自自然然就冲击现起各种的烦恼颠倒事等等。那有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住，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它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一个方式。这个找不到的原因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那你就没有学嘛，有问题在这。那所以呢，平时我们讲佛的功德的时候，远离一切障碍者，知道吧？远离一切障碍者，当然是我们不仅仅是嘴巴上讲的，我们希望远离所知障、烦恼障，我们希望远离一切的颠倒，知道吧？错乱。那你看，有些的错乱跟颠倒不属于是烦恼，又不是属于是一个所知障，但是它也是某些程度上来讲，对你来讲有很大的障碍，知道吧？你看，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世界法上来讲，你今天上班的时候，心里产生了一种颠倒的、错乱的想法，那打电脑的时候，对于这个键盘也好，软体、硬体就产生了一种错乱或者是一个颠倒式的话，那你处理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打错了，知道吧？那你看，这个连我们世间的简单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还是有多多少少有这种错乱跟颠倒干扰到这些的事情，那更不用说实修上，就是这个。好，那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种或者种义，这里翻译就是种义，平常我们讲的就是一种，对，一种讲比较好，对，一种。好，那第二个一种是大概就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说，它是一个任何分别的一个显现境，你首先要了解这个，这样的话他们三个就是这三个就是容易变得出来，知道吧？第一个种的话，它我们种北的种；第二个种义的话，它是一个对任何分别的显现；第三，那句种的话，这里说种句，这个种句的意思是什么呢？总句的意思说，对，依靠着自己若干的智分或者成分而具足的形成的一种初分色，初分色，初品的初，初分色，这个叫做一个具足，
那剧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它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出配社？凡是出配社的话，都是一个剧种，知道吧？比如说叫做瓶子啊、柱子啊、桌子啊，这些都是一个剧组。对，那聚就是聚在一起吧，这个聚聚了什么？很多的脂肪跟那个成分也好，其他的色法聚在一起的时候，这反正就是我们平常跟大家讲的，就是围城所构成的聚合体，围城所构成的聚合体叫做一个聚种，聚种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这三个。那这三个当中，真正的我们平常讲的种本的种是哪一个？是第一个，第一个，知道吧？第一个是你看，种类就是这个。好，OK，那我就是考试一下。第一个是，哦，种类是什么意思？种别的种，是什么？简单讲就好。第一个种别，种一那个。种类是哪一个？种别的种，种别的种。第二个一种，好，任何分别的显现性，好，可以。那第三个，种聚。你回答的时候不需要看那个课本，这个不允许，这不算是考试啊。你们考试的时候可以课本念也可以吗？不可以啊，不许，不允许。第三个是什么？对，你说错没有问题，学习的时候绝对没有问题，知道吧？错当然会错，错就可以，还是有纠正的空间存在。如果你不敢回答的时候，永远闷在这里，就不知道意思，不敢问，那就是永远都是错嘛。如果你表达出来，不对的地方，由人家改善你，这样的话就是进步很快，知道吧？那第一个是我们不要看书哦，第一个是什么？比如说种别的种，种类是种别的种，这三个当中真正的种就是一个种类。第二个一种的话，它是一个任何分别的显现。第三种聚的话，它是任何的初分色，知道吧？初品的色法都是叫做聚种或者种聚都可以，反正就是这个翻译的关系了。中文的最麻烦的就是翻译的，知道吧？其实西藏文里面是最好的就是这些。西藏就是，其实这个以前古代的，就是国王的恩德了。他们就是，对，他们就是那个翻译成中文之后，还是邀请印度很多的阿舍利来那个好几个考察检查，没有错的时候，决定就是叫盖章。从此之后，这个佛法的名相也好，甘珠尔、登珠尔。所以，反正就是一个经典跟论点的内容。将来任何不允许任何人加一个字，加油添醋的，不允许任何人就是减掉了一个字。拥有这样的关系，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看，所以藏里面的藏传佛教里面的用法的佛法的名相，从以前到现在为止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我们中文的不是这样子，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翻译。那第一个是搞不清楚，先看这个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哪一个比较好，先选择一下，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前几年我讲《心经》的时候，有人推荐好几个版本。我看，差不多四五种都是不同的翻译，真的。那后来我就是说，前几天也看到一个《金刚经》的翻译，又就是四重版本，都是不同的。
好，这是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去看。也许第一个是赞叹，所以呢，这种翻译者，知道吧？第二个是说，也许我们知识分子太多也还是复杂的，知道吧？我不听你的话，我不依赖你，我自己翻译就可以了。他也说这个应该有一点问题，所以能减了一点点，所以这个算少了一点点，因为另外一个人加一点点，算是原本的就是失去了，对吧？那现在我们学佛这最困扰的就是这个。那好的就是这个当中，我们翻译是哪一个翻译比较接近、比较好的？那拥有这样的能力者的话，那就还好，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就是将错就错嘛，没办法，就这个。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确实太多这种的不同的。那你看现代的翻译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知道吧？现在我们在台湾来讲，不要讲其他地方，在这地方的话，比如说我不看你的翻译，另外一个人也说我不依赖你的翻译，那我们两个都。唯一的一个，所以经典跟论点的话，这两个翻译的完全截然不同的，这问题太多了，就是这好。那下面看啊，好，这三个任何一种。第一个种类，一种种义或者种句三种。那第一个是说，随于句中，自种若干物质后而喜之方为种类的现象。那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是显示了一点点。它这里讲随于就是跟随嘛，跟随谁？句中自种若干，句中对。对，具有具足了，跟自己的种类，类似这样的种性，对，具有自己的种类，或者是，这种若干物质就是不只是一个物，一个法，它就是若干的物，后我喜之法，种类的形象，它就是这里种类这个类是加上去，你看。前面讲的这个种，后面讲的类，这两个就是，反正就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个，相通是什么？人类是相通的，人类是我们的种类，知道吧？那所以呢，人就是一个种，跟自己相通的种类者是谁？其他的人，非洲人、印度人、什么什么人、中国人，都是一个人类。相通的地方是，就是人，都是人类嘛，对，就是这个，大概就这个意思。好，那种类的现象，那它就是若干，比如说举例来讲，对，那第一个我们种类是什么种类呢？什么样子才叫做种？我们事例来讲一下，第一个所知跟存在法是同义的嘛，知道吧？那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所知？我们都是不是所知？我们是所知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所知的别？是吗？好，那所知是我们是所知的别的话，所知就是我们的种，这没有问题的。那再来，存在法也是种，我们是不是存在法的别？知道吧？OK，我们怎么看？我们都是存在法，所以呢，存在法都是一个种嘛。对，那再来，无常是不是我们的种？对不对？对，无常跟我们都有相通的种类。类，知道吧？
那相同的种类是什么？这无常啊，无常就本身是无常，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也是无常，无常也是无常嘛，所以我们共同的种类就是无常嘛。对，好，这样的慢慢去思维一下，才能我们形成了一种总本的概念，知道吧？这样的很好的，对，总本是有什么样的才叫做总本，这样的慢慢就理解了。好。那再来，而所知为彼之相，那个相应事例，那当下就是第一个种类的事例是什么？就所知来作为一个相应的事例，这个相应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了，这个里面加与添除太多了。而所知为彼事例，对，所知比事例，所知是一个种类的比例事例了，事例，所知也是这样，无常也可以了。那第二个，一种是什么样的？你看这里想，只凭为分别心，对非是凭而借为，凭指正义，以无为，哦，无为有。部分为什么？唯品总义的形象，你看你们听得懂吗？这样的翻译，呵呵，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比较好。等一下啊，只品的分别，哦，只品的分别，哦，是，哦。对非品，显现为品质正义，就是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听得懂。等一下，我刚才我们如前的解释的一样的配合的话，那你容易比较理解了。你看啊，只非分别，对非品，显现为平等，品质正义，就是这个就可以了。那你看，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一种是什么呢？任何的分别显现出来的一个显现境，知道吧？分别的显现嘛。那分别显现的时候，这个一种是什么呢？我跟你们讲，分别，比如说瓶子的一种的话，只瓶的分别显现瓶子的时候，瓶子的显现跟瓶子是。完全是显现为合为一的，本来就是平整跟平整的一种是差太大了。平整一种的话，由只凭的分别捏造出来的一个正义，正义就是本来就是不存在这个境上面的分别捏造出来的一个虚拟，叫做正义。正义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看非平为什么讲这里非平？他清楚讲说。本来就是不是瓶子，但是只配的分别，他以为是瓶子这样的一个争议，知道吧？争议的意思说，由只配的分别自己来捏造出来的一个法，就是这个意思。那分别的话，那个瓶子的话，瓶子根本不是分别捏造出来的，瓶子本来就是是存在的嘛。那瓶子的一种的话，这是只配的分别捏造出来的一个争议。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有点了解吗？那你看，照这个句子来讲，这样的话你们比较容易理解。只凭分别，这里唯加了一个唯，这个也不用了。只凭分别，对非凭显现为凭至正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比较容易。通或者比较容易理解了，知道吧？这个正义是什么呢？正义就是瓶子一种，瓶子的一种，瓶子一种，它虽然不是瓶子，但是只配的分别把它看成为瓶子，就是这个意思，
当你是看财务品质啊，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它品质跟品质一种不能分辨的时候，它就合为一的显现出来。它品质是就是这个，没办法分辨说品质就是这个，品质一种是另外一个，它不能分开显现出来的。这样的话，它就合为一，就是只品的分别显现出来的时候，除了品质之外，它也另外一个就没办法分开的显现出来的，知道吧？所以呢，品质一种就是只品的分别捏造出来的一个正义，正义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种呢，正义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呢？它就分开来讲的，知道吧？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做梦的时候。梦是显现出大象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分得出来。虽然当下它显现出来，大象的一种显现为大象，知道吧？那这个当下是不是大象？真正的它显现出来的大象根本不存在的，知道吧？这个大象呢，真正的大象是根本不存在的。那当下有没有大象的一种是存在的？一种是什么呢？直大象分别显现出来的显现，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得出来，哦，分别就是错在这，知道吗？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就是内心想讲什么？所以，绞尽脑汁，让你们易懂的方式吧，这样的我的脑部也是有点卡住了。我也是常常习惯就是负面嘛，所以想出来都是负面的，所以对你们讲太多负面的话，这个也不好，这个隔些嘴巴太不厉害，太不好，对不对？一讲出来，举例都是不吉祥的，类似这样。那大概就是，比如说另外一个我们讲的话，现在我们可以，就是过去的我们很多事情，现在就可以回忆的，知道吧？回忆的这种的心都是几乎都是属于分别的，没有现前的。那现在我们回忆了过去的事情的时候。那你看，过去现在你想起过去的事情来的时候，当下分别想显现出来的这个事情是分别的，只是分别的一种而已，它绝对不是过去的事情。原因是什么？过去的事情已经灭了，没有了，知道吧？那再来我们将来的希望嘛，知道吧？将来希望也就是我们睡觉就想很好的，就还好吧，对不对？你看，将来我做什么，这些成功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将来我就是将来的思想，还是想很多嘛，知道吧？将要做什么这些？好，那就我们想，将来我就是那个操作股票上挣了很多钱，知道吧？那你内心想起来就是1000万，知道吗？那你内心想起来1000万的时候，值1000万的分别。它显现出来的就是还没有实现啊，1000万还没有实现，但是1000万的一种现在就可以显现啊，知道吗？那这种的分别显现出来1000万的一种的时候，那这个一种今天就有了，知道吧？你躺着想一想，我赚1000万，希望那当时值1000万的分别跟。它显现出来的这种的1000万的一种的话，知道吧？所以这个1000万的一种是只有值1000万的分别捏造出来的，所以呢，它称它为正一。对，它不是真正的一个1000万，知道吧？但是你以为是我想起1000万来，但是不是？你想起来的时候，1000万的一种而已。所以呢，我们。
分别也错误，我们自己拥有这种分别的人也跟着错误，人就是这样的。那你看，过去大臣就是我们表面上讲看不出来吧，他们确实是让我们连根拔起，根除我们的错误。这个都是一个合理逻辑，不管是这个世界上有多么有名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不管是怎么样，你在他们的面前如此这样解释的话，肯定会客观的一个思想者的话，绝对会点头，哇，哇哇哇，不错，知道吧？他们觉得有道理，就是有道理啊！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我现在有没有显现这样子？有。那这个显现出来，这个显现是不是它真实？不是。那是叫什么？这叫做一种，知道吧？那你看这个，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哦，确实是任何的分别，它显现对进来的时候，它自己的显现进跟一种。和唯一的显现出来，他没有能力辨别，知道吧？真正的对镜跟他的一种，他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呢，我们分别错的时候，我们也是跟着错。原因什么？分别是属于是我的，知道吧？你任何的身体、肢体上的、内心的任一个产生任何一种感受的时候，比如说快乐受的时候。你觉得很快乐，产生任何一种痛苦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知道吧？原因什么？虽然这个感受不是你，但是这个属于是你的，它有了什么感，有什么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你就领受到了，这一样的，你自己看法错了，等于是你错了，你看法、你的分别、你的思想都正确，等于是你是正确。虽然你的思想、你的分别、你的根是什么的不是你，但是他们错，就你也跟着错，就是这个吧，道理在这地方。好，那这样子很好的。刚才你们也学好了吗？OK，你们念一下，我看一下，只凭什么？好，听不太清楚，但是我念一次，你们写的对不对啊？只凭分别，对非凭，显现为凭的争议，这个争议就是叫做一种，知道吧？那顶多这个争议是什么呢？我们具体它找出来的时候，只凭的分别显现出来的，虽然它不是凭子，但是只凭的分别以为是凭子。而显现出来的这个瓶子的样子叫做瓶子的一种，对，就这个。好，这个是一个一种总义的现象，对，拼总义的现象，就是现象就是定义的意思。而纸片的分别，那再来，那视力的话，他这里讲的，而纸片分别，心智第二刹那，从品第二刹那，从品第二刹那，而颠倒见证为彼此相异。真的是这样的翻译。我一开始说我们没有用的时候，一个北京来的学生给我的，我确实没有看。现在有点后悔了。这个时候看的话，我们就不会当做它就是教材嘛，对吧？我以为这个是没有加油添醋的部分，确实本来就是那个。他后来就，现在我们讲的时候就看出来这个翻译非常有问题的。知道吗？那你看这个事例讲的时候，前面我们讲了总一种嘛，那一种的话，一种的事例是什么？
那我们具体的一种事例来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这里讲到就是说，那我解释一下他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吧？他的意思说，只批分别第二刹那，当然是只批分别第二刹那有嘛，知道吧？只批的分别第二刹那，对，只批分别第二刹那，他显现什么？他显现就是瓶子第二刹那。知道吧？它显现出瓶子第二刹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显现出瓶子第二刹那的时候，那我们现在一明学上有个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否定非品，知道吧？非品。那你看，否定非品，否定非品者是谁？瓶子，瓶子反体。瓶子繁体跟瓶子是同义的。瓶子繁体讲的时候，否定非瓶者，知道吧？否定非瓶者除了瓶子之外没有其他的。先你们不用写啊，我先这里解释清楚了以后再来，我们照着这个解释，这样的你们有点清楚了，不然的话根本没办法照这样的一句子来去解释，没办法的，知道吧？你看啊，第一个。否定非品者是谁？瓶子，知道吧？否定非品者，当然是除了瓶子之外没有啊，知道吗？所以呢，否定非品者，瓶子的体系，知道吧？对，瓶子繁体，瓶子的繁体，瓶子繁体，距离的那个。具体来讲的话，除了瓶子之外，没有瓶子的繁体。那讲瓶子繁体的时候，否定非瓶者，没办法，这个是藏文里面也很困难。确实，一般藏人也就是不知道这个讲什么啊。那你这也不能怪你们，我知道，确实有难度了。这是故意学佛者让你们挑战了，知道吗？我们的脑子太僵硬了。活动力不好，你的思想就不没办法灵，没有那么灵活，所以故意各种方式来就刺激到你的脑部。确实这个有道理的，知道吧？你看我举例来讲，我们平常一面墙而已，瓶子瓶子瓶子，那否定非瓶者也瓶子，但是你没有从这个方向去想的，知道吧？之前跟你讲否定非瓶者是谁？想一想，想不起来，就是这个一个，知道吧？那这样的话，只凭分别第二刹那，他看到了，对，就是那个非否定非彼第二刹那，知道吧？那否定非彼第二刹那的话，它的相反是什么？瓶子第二刹那，你看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讲话的方式很复杂而已，知道吧？那有一点了解吧？那再来，我重复跟你们讲一下，我们学习本来就是这样子去学习的。只凭分别第二刹那，它显现出否定非彼第二刹那这样的显现，正义就是叫做瓶子的一种，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那刚才我们前面讲过嘛，纸片的分别显现，虽然它就是说废品，虽然废品，纸片的分别显现出，显现为瓶子的正义，前面讲过了嘛。那另外一个角度示例的时候，他角度另外一个角度讲说，纸片分别第二层呢，它显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显现出来就是说。否定非彼第二刹那的正义，这个叫做一个瓶子的一种事例，就是这样，知道吗？好，那你们可以这样写就可以了。刚才我前面讲什么？只凭分别第二刹那显现，否定非彼第二刹那之正义，
这个争议是皮子的一种，就这样子。你看，对，其实这个麻烦的感觉是很好的。对，我们为什么反应，就是有的时候很困难、很麻烦，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最好的挑战。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思想上也好，你觉得很容易、很简单的话，你就不会进步了，绝对不会进步。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绝对不会进步的。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的，这么难的这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进一步的去探讨分析的时候，你学到的东西深又跟别人不一样的，知道吗？一旦就是突破了这个困境的时候，那你的你就是智慧也好，你自己也好，确实更上一层楼，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以前我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台湾上课的时候，对，教学的时候，那后来就有一些人反映，有什么样反应呢？他们说奇怪，以前他们没有在学佛的时候，他们看老子啊，还有就是孔子啊、孟子他们的传记也好，他们的那个，所以呢书看几乎都看不懂说什么，那就整起来再也没有去看。但是经过那么长时间学佛了以后，再去看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的，很容易，很简单的，他们说的太简单了。哎，奇怪，这个里面没有训练，没有学，但是我们只有学佛法。后来就看他们的书，很简单的，为什么？有人问我，开启之门就是这个，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例来讲，进步是怎么去进步的？你感到这个是有点困难、不太理解的时候，你心里没有了解他的智慧了，知道吧？你没有了解他的智慧的时候，确实你想不到，不能想，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所以你觉得感到很困难，知道吧？那你看，逐渐的透有这样的方式了，就慢慢理解的时候，他消除了你的怀疑。再来就是慢慢产生了解它的比量，再来就是了解透彻的了解它的无有颠倒，了解它的时候，那你形成了多少的智慧？智慧就我们透有文思修善慧也好，透有学习博学多闻才得来的。那学习上大概就是这样子去争取自己的智慧嘛。就是不要说，哎呦，听，有些人真的很奇怪吧？比如说来一次听，来那个一次听一听，说什么？哎呦，再不去了，听不懂，知道吧？这个是逻辑上不合的，这种的想法。你从小到博士、硕士，你每天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什么，全部都听得懂吗？听不懂吗？听不懂还是努力去听一听，每天都听，那就慢慢就你也跟老师一样嘛。那一样的逻辑啊。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学佛上来讲的话，你一开始来听讲法者说的全部的论点经典内容都懂的话，那就不要来上课啊，你已经懂了嘛。你听得懂啊，你听得懂的表示就你就已经有了了解他的智慧了。就这个，好，所以呢，这个地方这样子写就可以了。那你们念一下，纸皮的分别。好，你看，否定非彼第二刹那，知道吧？否定非彼第二刹那。的正义，这个叫做凭着一种的势力，就是大概就这个。
那你看他这个怎么讲不知道，他下面写了什么？你看啊，刹那而颠倒，见者为彼之心，这很复杂的，所以没办法，这样子没办法解释的。那再来，我们就是这个下面不用看了，对，那再来几句资质若干之分阻塞，你看这个是刚才前面讲的，简单来讲的话，那个句种或者总句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它就是这个几句嘛，几句就是很多的字字若干之分的出色。比如说，这个是我举例来讲，字字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瓶子的话，瓶子，瓶子，那瓶子的话，瓶子有盖、下、肚，还有瓶子里面有就是这个固体当中，地水火风、色香味触都有嘛，对不对？各种的微尘都有。这些瓶子固体当中拥有的，这些都是它的之分。瓶子就是依靠着这种的瓶子的若干的之分来组成的一个充分色。为什么充分色？我们一般人不需要思维，透过思维逻辑，它五根是任何一种直接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它叫做一个充分色。好。那这样的话，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知道吧？充分色为种句的现象，这个就是它的定义了，现象，那就都可以了。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微尘所构成的充分色，微尘所构成的充分色，就都是一个种句，都可以了，对，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个阶段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刚才几句字字若干之分出色，为总句之现象。对这个，譬如平与柱为彼之相应。对，势力是瓶子啊、柱子啊，这些都是一个对。句种的一个事例，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都对了。柱子的话，它依靠着自己的很多的枝分成分所组成的一个粗分色嘛。比如说粗分色，柱子我们可以肉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看到柱子或者瓶子的话，不需要透过逻辑思想才能了解着。它都是我们直接，不需要任何的考虑，就直接可以演示就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它是一个粗分色，就是这个意思。那其实这个每一个句句都有告诉我们很多的细节道理，对，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哎，这个东西从何而来，类似这种说法嘛，知道吧？那这个是从何而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里面，中观，平常我们谈到的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啊、空性啊，谈了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有点思想瓦解了，不知道怎么去辨认，怎么去理解，知道吧？那大概我们从这里开始，就慢慢就是累积到一切的知识的时候，将来就是。就是有足够的一个基础的之上，那你听到了空性、无自性这些的话，心里觉得很舒适的，知道吧？容易理解了。没有这种的打，没有打这种的基础的话，其实有点困难的，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看，第一个是我们说那个句种的话，总句也好，句种也好。句种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粗分，直接讲的话，粗分色，所有的粗分色都是称之为总句，知道吧？句种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他说句种这个句为什么加上去呢？
他的意思说，形成了这个东西，它必须依靠很多的自己的一些的脂肪成分，慢慢就是形成的一个固成体，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的眼前就显示出来，知道吧？那你看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它仔细的一个柱子也好，瓶子也好，如果我们就是想象一下，把它磨粉成磨成粉，慢慢就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的话，那你就是这个柱子也好，瓶子也好，磨成粉之后越来越细了以后，你肉眼就看不到了，它的脂肪跟成分，知道吧？但是它的构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我们的眼前就是可以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的逻辑思想就可以直接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叫做一个粗分色嘛。那么它从何而来的话，我们简单来讲，它是依靠因缘而来的，知道吧？依靠因缘而来的。但是因缘的话，前面我们学过的疏因、情因都有，或者是近亲因都有，知道吧？具身作也都有。那我们就是你看写到这个里面凝聚在一起，所有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的时候，却是了解的非常透彻的，知道吧？你看我们就是因缘合合而成，因缘合合而来，但是因缘是什么也搞不清楚，因跟缘的差别在哪里，因当中有多少的不同的因，这个也不搞不清楚，那只是一个嘴巴上的专研品嘛，知道吧？挂着这里讲说前面的人讲什么跟着他讲，就是这样的魔法嘛，我们就学习都是魔法一样的，这样都是没有用的，学法或者学任何东西都一样的，知道吧？我们平常讲的自己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抉择的能力要有，这样子不然的话永远都是你思考想法都是跟人家依赖他别人的话，这是不利的。那你看这个阶段讲的就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几句，对，几句自己若干之分就是组成的，这样的色叫做一个粗分色嘛。那了解我们这样的了解的时候，哎，柱子瓶子也是它形成的时候必须要依靠很多自己的脂肪成分而才能形成自己啊，不然的话这样的想的时候它打破了一些的错乱。我们平常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对瓶子的看法、柱子的看法，还有就是山的看法、水的看法，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对它的看法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们一看到瓶子也好，类似这种的任何的东西的时候，那显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从瓶方面成立了当中的一个瓶子实实在在的成立或者存在，这是我们显现出来的。当时我们没办法显现出它是一个依靠什么而来，依靠什么之分而来，就没办法显现出来。我们就显现如此显现，这样子去把它当作真实来看待的时候，这个叫做实有自性有的显现，知道吧？那你看它是无自性，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是无自性无地识的时候，才能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缘起。我们道理在追根究底的时候，道理归咎在一个缘起法上面。缘起是什么意思？刚才今天讲的粗分色聚种的话，它也是粗分色。它为什么叫粗分色呢？依靠自己很多的脂肪跟成分慢慢就是形成为一个粗分色的，这个叫做聚种嘛。那理解了以后，任何的柱子瓶子这些都是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样，它依靠很多的自己的脂肪成分而存在。它这样的时候，瓶子依靠必须要依赖自己的脂肪成分的时候，瓶子我们平时想象不依赖任何法，从它方面成立单独的一个瓶子显现，这个是错误的。你看，才我们知道不对的地方。那所以从这里开始就慢慢就
开启大家的之门，我们慢慢就理解了。其实真的很好的，对。那这个叫做唯总觉知性相，那它的势力的话，如平与柱，唯别之相应，这个相应是势力的意思。那再来，接下来有种聚与种类的相符着，那这两个是不是相违的？知道吧？种聚跟种类这两个是不是相违的？为什么呢？这两个有相符着。这个相符着是什么意思？这个相符着概念就是，相违的话绝对没有这两个相符着。相符有相符着的话，绝对不是相违的，知道吧？那我们相符着的概念是我们要了解相符着什么样的才叫做相符呢？比如说，柱子与瓶子是相违，没有相符着，知道吧？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瓶子与柱子，第一个是为什么叫相违呢？这两个是异，是异，知道吧？不是一。平与柱二者是异，又不没有相符着。你看，这两个是相违的定义就是这个。这两个是异，没有相符着，是异没有相符着，就是相违的定义。那相违是一定要有，就是两个法。这两个是异，没有相符着的话。肯定是它叫做一个相违。这两个是异，又有相符着的话，这两个绝对不是相违的，知道吧？那这样的话，这两个的相符着种类跟那个总句的相符着是谁？对，非常多。那这里讲什么？先我们就是讨论这个。他这里讲有总句与。种类的相符者，平时也，你看，平时就是种句也好，或者他说种类都两个的相符者是平时。那平时它一个可以说是称它为就是种类，又是它是一个种句，两个都可以的。平时是种类，又是种句。那我们讲道理的时候。瓶子为什么叫做种类呢？因为它也有跟自己同类的比，知道吧？那瓶子的跟自己同类的比是比别是别别是谁？那你看金皮呀、那我们仔细想，瓶子是种嘛，它的别是什么？金皮呀、陶皮呀、木皮呀，那。钢铁瓶啊，什么都瓶都有了，玻璃瓶啊，知道吧？这些都是一个瓶的种嘛，瓶的别嘛。那这些都是跟瓶子，所以呢，同样种类是瓶子是同样的，铜瓶也是瓶子啊，金瓶也是瓶子啊，铝瓶也是瓶子啊，钢铁瓶也是瓶子啊，反正就是都是不锈钢瓶也是瓶嘛。所以呢，瓶是每一个都有，就是这个种类就存在。所以呢，这两个是，对，瓶子是一个，种类是可以的。它的道理是刚才讲的，没，这两个道理不一样的。瓶子为什么叫做种类呢？因为它有自己的别，就这样的啊。那它的别是谁呢？势力讲的话，讲的时候。金瓶、铜瓶、玻璃瓶都可以的，你那个时候不可以讲说瓶子作为有法，这个是错的。瓶子不是瓶子的别，原因什么呢？瓶子跟瓶子没有什么范畴大小的差别啊，怎么可能说瓶子是瓶子的别？这个不对的。那金瓶跟铜瓶的话，还是跟它范畴有是大小的差别，知道吧？所有的瓶子不是金瓶啊，知道吧？金瓶是瓶子，除了金瓶之外还有很多瓶子。那你看，所以呢，这个是表示说，
瓶子跟金瓶有范畴大小的差别，所以呢，金瓶是瓶子的别，瓶子它的种，所以呢，瓶子可以说是种类，知道吧？第一个可以吗？那第二个种具的话，它为什么叫种具呢？因为它是出分色之故，这样简单讲就可以了。出分色的话，一定是围城序围城序构成的聚合体，围城构成的聚合体，知道吧？无数的围城慢慢形成变成为瓶子嘛，那瓶子是一个出分色啊，所以呢，它就是一定是聚种，对，那所以呢，瓶子是种类又是聚种，所以呢，聚种跟种类这两个不是相位，由相辅者是谁？瓶子作为有法，柱子也可以的，知道吧？那这些，比如说，那相辅者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法，它完全是两个法的，就是一个本质的话，这两个法有相辅者的。那你看常法与无常有没有相辅者？没有嘛。那如果有的话，有的怪的吧。比如说一个法说它是常法又是无常，没有嘛？没有，所以呢，常法与无常这两个是不是异？是异，没有相符者，所以呢，这两个是完完全全是相违的。那你看，跟人家说你这两个是相违的，一定要有这个相违的定义知道，所以呢，才可以跟他讲说相违。不然的话，人家追问你的时候，你就是真的瓦解了，知道吧？尤其是一个关键时刻，跟人家打官司的时候，不要讲出这种话来，知道吧？种下那个前后矛盾的。你讲出去了，话就是讲出去了，去了之后没办法追回来的。我们西藏就谚语说，马手上失去了它，还是再可以抓回来，话一旦失去了以后，就再也没办法抓回来，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语言不正确的主要的原因是思想不周全的。对，你思想有粗细，那个前后有很多矛盾的时候，当然是表达就出现了很多矛盾的地方出现了。那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嘛，我们比较喜欢讲说，哎呦，你的什么不合逻辑呀，前后矛盾呀，相违的，这反正就是讲这个是一般人比较喜欢讲。其实我们一般人，人家也不会追你，但是真正的关键的时刻，我刚才讲的，这种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掌握的。把握不了的东西不要讲出去，知道吧？一旦讲出去，人家追问你的，这样的反驳你的时候，你就站不住脚了。比如说，人家说这两个为什么相违？是相违啊，为什么？不知道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你没有什么表达的，知道吧？那知道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它的定义就拿出来讲，知道吧？常与无常。恶法是不是相违？是，原因什么？因为是啊，因为是义，又没有相符者。那是义没有相符者的话，为什么叫相违呢？因为它是相违的定义之故。你看，道理就这样子讲出去，对不对？就是学佛，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我们自己去学才知道，我们骄傲的地方就是这些。佛法上讲的，我们所实修的也好，早上我跟你们讲的，确实过去的祖师大那个释迦牟尼佛也好，印度大乘有者也好，他们就是我们所修的法，套由无数的真理来告诉我们的。平常我们讲有条有理，具体可行。这是完全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说我认为我以为就是不是。那你看我们学习的过程就知道了，很清楚吧？对，第一个就自然就培养你的智慧。培养你的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呢？相反，消除了很多的错误、颠倒、黑暗，形容词来讲，
暗的部分。那这样的话，你的思想越来越清楚，知道吧？思想越来越清楚，了解的越来越多的话，那你处理世间的法也好，实修除世间的法也好，都有就是极大的帮助嘛，这是很明显啊。对，这些都是一个以道理来成立的，不是说这是我们珍贵的谁说的，我们马上就收下，没有一句这种的话。这个说的人就是承认世界的主宰，承认，所以呢，万物的开创者，世界的开创者，信仰这种的人，他们这样讲的，都是推卸给上帝，推卸给神，知道吧？这谁说的？自己回答不出来，这个谁说的？那谁说的？谁也没办法告他了，对不对？那就是搞定的，全部都是这样的搞定的。佛不是这样子，佛不自己亲自讲过了，知道吧？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嘛，你们也就是不要马上就相信我，这佛他亲自讲的。你们所有的学生，我宣说的法有些地方有阶段性的必要性，这样的时候某某相对某某人来而说的这些的话，不一定是我的秘密，不一定是我的救济的思想。这样的话，你们以为我是你们的教主，我是你们的老师，我说的全部都是你们就是承认收下的话，也许这个将来你修行的路途上对你不利的，就是个佛讲的嘛，这个可有道理的。那我们就是信仰那个世界的创造者、万物的开创者来讲的话，他们所有的都是连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创造者推卸给他嘛，知道吧？其实这些都嘴巴讲了，我们现在的学佛者差不多了，嘴巴讲，但是心里有一点不像的，不信的吧？看到这么多的真相的时候，他们也就心里就有一点就怀疑吧，知道吧？对，就是这个。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学到的东西，瓶子也柱子也好，它加了一个句，这样的原因也是消除了很多的错误。对，我们的显现，我们的认知上的看法跟实际的情况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部分，我们就确实慢慢的理解了，就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这个相符者的意思，就是这个。那再来，有不是总句，它第一个是不是总句哦，还是有不是总句，而是种类之相符者是谁呢？他这里讲所知是也。你看所知的话，它包含了常法与无常法，它不能说谁属于是哪一个。平常我们讲所知，一般的所知的话，它是一个常法，知道吧？那所知常法的话，它是种类是可以的，知道吧？原因是什么呢？跟自己同样的类别类那个种类的这种的一个，它有这种的别。那所知的别是什么呢？非常多，知道吧？无常里面所有的都可以的，知道吧？那常法里面所有的都可以的，比如说山河大地，我们十一住行，这些都是所知的别，虚空也是所知的别，常法所有的常法都是所知的别，知道吧？那这样的话，所知是种类是可以的，种类是可以的。它为什么不是一个总句呢？因为它不是初分色，简单，它不是初分色。那再来就是为什么不是初分色呢？它不是依靠微尘所构成的，知道吧？那再来的话，因为它是常法之故。你看常法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它也不是依靠所以呢任何的变化性的来而成立的，知道吧？那这样的话就搞定的，
他因为他是长发之故，就是这个，总聚而逝，对。那再来，这里有不是种类，这里物就不要了，这是怪怪的。有不是种类，而是总聚之相符者。好，住平二物是也。那你看这里讲说，有不是种类。对，第一个是不是种类，而是总聚之相符者是谁？住平二物是，住平二者，那这样就可以了。住平二者，住平二者的话，住这个平子，住平二者的话，它不是一个种类，知道吧？那住平二者是种类的话，它一定要跟自己相通的别一定要有嘛。但是住平二之的别根本不存在的，知道吗？OK，住平二之的别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怎么去思想呢？你看，这个是我们逻辑学上来讲的话，一种讲法。比如说举例来讲，住平二之中间没有那个间隔，讲的时候，住平二之的话，它没有，就是一个别。如果有别的话，那一定要有众别二者的一个法存在的。那众别二者是相符者，根本不存在的。这两个是相违的，这两个相违，所以呢，结合起来的话，他们两个别也是不存在的，知道吧？这样就可以了。对，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种类，而是总聚之相符的。它为什么叫？那个总聚呢？总聚不是这样子，它有没有自己的本，不需要看这样子。总聚只是看自己的本身是一个初分色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简单嘛？比如说，住平二之是不是色法？是啊，知道吧？住平二之是色法没有错的。那色法的话，它是一个初分色或者维系的，当然是初分色。初分色的话，它叫做聚种。这么简单的，知道吧？这样了解就可以了。对，作品二指也是，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是作品二物是也。那再来下面，有，这里物又写了一个物意，这不用了。有意也可以了，有意不是种类，亦不是总聚的相符者，这个是太多了。是什么呢？常与无常，常与事物二之是也。那你看，第一个不是种类，第二不是一个总聚的相符，这两个的相符者是谁？当然是常与物二之是也。对。常法的话，常与物二之法，应该中间不需要与了。对，常无常二之法，这样都比较好的。这两个的话，第一个是不是种类，道理是前面如前所说的，因为它没有跟自己同类相通的，没有别，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种类。那第二个是说，对常二执，对无常二执是也，这两个是不是一个总聚的？原因是什么？这二者不是一个初分色啊，知道吧？比如说举例来讲，无常的角度来看的话，一般无常的话，它比较唯心的，它不是一个初分色。无常是片于所有的事物嘛，所以无常界。那常法的话，常跟不是一个，对，但是这个不是分开讲的，这两个结合起来讲的，常无常恶法，就是，
那一般来讲，我们讲话的方式就是这样嘛，昌无昌，恶之法存不存在？当然存在啊，对吧？不可以说不存在啊，知道吧？存在，但是它是不是一个种类？不是，它没有跟自己相通的一个别。那有，它是不是一个种句？不是，它不是一个，不是唯尘所构成的，它是一个初分色，就这样就可以了。对，它不是初分色。好，那再来，那再来就是能骗所入智。句之类之法，为别的性相，盖自身是别的性相故。那这里讲到就是能骗所入智，句之类之法，对，就是这个。那能骗所入，先我跟你们讲，这样比较好的。别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就是一个别嘛。我们的种，我们有很多的种，知道吧？比如说，我这刚才我们前面讲过嘛，所知也是我们的种，无常也是我们的种，存在也是我们的种，有为法也是我们的种，事物也是我们的种，常常变化也是我们的种，反正就种太多了，知道吧？然后比如说，第一个这里讲到就是能骗是谁？对，能骗就是我对我们来讲，能骗是自己的种，知道吧？所知也好，或者无常也好，先我们讲无常，无常是我们的种，又是它是能骗。能骗的意思是什么呢？无常骗满周那个存在于我们所有的人，所以呢，它骗能骗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对，存在于所有的我们。对，能骗，但是能骗所骗嘛，我们是所骗，他是能骗嘛，对，他就是无常周遍于，对，存在于所有的无有为法，这样的话，他就是无常是我们的能骗，OK，能骗我们要了这样的了解，所入智。那所入，入是谁？入就是形容词，它就是无常融入、骗入，就是我们，知道吧？他的意思说，无常存在于我上面了，这知道吧？存在于我之上，存在于我之上，所以呢，无常是能骗，他所入于我，入于我，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句就是有，对，自己有这种的，能骗所入自己的，对，自类就是同类的，相同的类别，这样的具有能骗入自己的一个同类之法的话，那又用这样的一个法者，能骗者，具有这种能骗者叫做一个别法，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是别嘛？那我们的能骗是什么？能骗就是无常，无常是能骗。所入，它就是所入，入就是存在，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具有能骗者，知道吧？这个能骗者也是自类，就是跟自己同类的。就是这个，拥有这样子的法叫做别，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看一个一个句，不解释的话，其实这些的都是有点复杂的，知道吧？这样子分开解释的话，你们对你们来讲，比较简单嘛，比较容易理解了，知道吧？那一个是我们就是这个三个阶段来去分一下，别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必须要有自己的能骗，能骗是自己的种，
知道吧？那能骗，具有能骗，这个能骗存在于自己生命，而且跟自己同类的，知道吧？那你看这个也可以的，原因是什么呢？自己能骗的话，跟自己一定有范畴大小的差别。如果你总是那范围小，别是范围大的话，那总不可以说能骗。能骗就是它存在于所有的别上面，所以呢，就是能骗的意思。骗就是做骗的嘛，它完全做骗于所有的它别上面，所以呢，它就是能骗。那融那个所入就是一个态度来去表达的，比如说，无常永远都是存在于我们的每一个事物有为法上面，所以呢，无常永远都是融入于我们的所有的人的身份上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具就是有了这种的能骗者，具有这种能骗者，而且第二个条件就是说，能骗跟自己之间一定有同类的，同类。你看无常跟我们有同类嘛，我们也是无常，无常也是无常，所以同类的。那我们所知的话，所知也是所知，我们也是所知，当然是同类的。知道吧？对，就是这个。同类之法为别的性相，对，就是这个别的性相。盖之身是别的相，那个性相故。那所以自中的总别的部分是我们讲完了，所以这个阶段虽然比较少，但是内容非常的多。知道吧？大家一定要这个阶段，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还是反复的去思维，这样的还是了解了以后就发挥，以此类推也可以了，知道吧？第一个是我们就是三个，今天我们所学到的三个种，三个种是什么？第一个是一种哦，种类；第二一种三，OK。那第一个那个种类是什么？种别的种。第二个，对，分别的显现。第三，初分色。对，很好，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大概了解了，不错了。那这样的话，总比关系的话，第一个是两个是相通，同那个种类是相通的，互相有就是范畴大小的差别，知道吧？如果互相互两个是范畴一样的，没有大小差别的话，绝对不能说一个是别，一个是种，知道吧？反正就是我们平常说同意的话，两个法同意的话。绝对没有中别的关系。那圆圈面分为三种当中，最正确的种是哪一个？种类，对，种类，种别的种是真正的种类，就是这个。那我们种别关系去看的时候，怎么去看呢？有三个条件，知道吧？我是谁的别？我们具有三个条件，这个三个条件是怎么去讲呢？比如说这样子就可以了。例子来讲的话，我们是所知的别，所知是我们的种。那我是为什么讲所知的别呢？那三个条件，知道吧？第一个是什么？我也是所知。第一个。我是所知，好，我是所知，完全相属的关系，知道吧？联系嘛，我跟所知是联系，
对，联系就是我跟你联系，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一个动词的方式来去表达。一般的话，相熟或者关心嘛，知道吧？其实有的时候这里面翻译了联系，联系，联系，对。我们平常讲联系的方式的这个联系，对吧？联系聊天的联，联系嘛，对，联系，对。也许我不标准了，知道吧？联系的方式就是这个联系，那跟他有联系，同体的联系，联系的关系，同体联系的关系。那再来第三个，除了我之外，还有若干的首置是存在的。这三个条件句子的话，这个代表是首置别的象征，知道吧？那第一个是什么？我是所知，跟所知通体联系，通体联系。第三，除了我之外，还有若干的所知，这个就是叫做别，所知的别。那无常也是一样的，知道吧？我是无常，跟无常联系。还有除了我之外，若干的无常存在。那你看，这个是一个总别，一定要别，你谁谁的别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互相有具足了三个条件的话，这个叫做别。大概就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这中的部分已经讲完了，大概就这样子。那这个中间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有没有问题？跟徐老七问一下哦，这边这一段啊，倒数第三行有一个"住平二物是也"，就是说"住平二物"啊，既不是种类，而是种就说由物不是种类，而是种具之相符者。可是刚刚前面讲"平是种具，也是种类"啊，所以这个"住平"到底是指有一个东西叫做"住平"是一个东不是西，不是不是，还是说？住跟平子，对，那可是住跟平，那他是为什他怎么这边联系？因为前面已经讲说，不是不是，前面讲的是只有单独的讲平子，平子当然是就是种类啊，所以这边它有平子有别呀，是，金皮跟铜皮都是它的别嘛，是，那后面的就是说住平二物的话，住平二物没有别呀，是指这两个的关系吗？还是有？没有，这两个是加起来故意讲的。众皮二指的话，虽然他们是初分色，但没有它的别。你如果有别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东西拿出来，这个是众皮二指。那众皮二指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讲住和平，把它当成一个东西在讲，这样对，子。就是就是故意这样的。好，对。那不就好？OK，谢谢。还有吗？没有，都是大成就者，知识分子连怀疑都没有。啊，可以啊，你们就是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这个我们课堂上讲的，关于还是其他的佛法上面，有就是想要问的话就可以问，知道吧？好。要人，而且有一般我们常讲说，那个，有一个心境，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然后到第二个阶段是见山不是山，见水是水，到最后一个境界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样是什么样的心境跟看法？不是，这个是在哪里讲的？在哪里讲的？以前我看过这样的。的一个见心，山是山，第一次最初的是见山，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哦，对，第二个阶段是看它的时候又不是山，见山不是山，见水也不是水。这不是我们然后到第三个境界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是，这个里面有涵盖了很多的内容存在的。是。其实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初转法律的当下讲一样的，他第一个是说，知苦、断集、
又说，知苦又无法知苦，断集又无法断集，类似这种的重复加的，这个中间加了很多的需要很多东西的，是，知道吧？好，比如说我们讲说见山非山的话，是你一开始看到山的时候，当下一定有错的，还是非山的部分，你就是存在的，是，就是今天学到的一样的，是，就是这样的。那你什么时候无有颠倒的了结山呢？这是你醒过来，确实消除了一些的黑暗错误的时候，你才看到山的一个真面目。是，苏东坡讲的一样的，何看千里侧成峰，哦，越尽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言身在此山中。就是我们说的好，介绍很多嘛。是，就是解释，就是有很多的，他的就是比较有贪性的，知道吧？真实的禅宗的一个讲法的话，他就讲了一个新旧迹的本质，是，知道吧？是。那新旧迹的本质的话，其实旧迹的本质，我们平常讲的空就是这个。哦。什么空？自性空。其实禅宗也程序讲了一些自性空。是。那自性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自性空就是一定要了解自性空的道理吧？是。知道吧？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依赖他法者是缘起，他是缘起的时候排除了自性有，是一切法没有自性有的成分，所以呢一切法自性空嘛，一切法自性空的这个空就是叫做空性嘛。是，那我们的心的话，它心究竟的一个本质，相对我们来讲最深奥的部分的话，心无自性就是心究竟的本质。它其实禅宗就是一定要打坐静坐一直观想，去理解心的究竟的本质，就是这个方式。是，那比喻讲很多，刚才讲的啊，见水，你第一个说见山是非山嘛，见山是山。那第一个是说见山，就是你看到无有颠倒的了解，看到山的话，当然是你所看到的就是山。对，那见山有的时候非山，原因是什么？你就才是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哦，所以意思是说，事物的变化虽然有分别变化，但是内心的感受跟那个心境是，不是不是，外在的任何的东西就是永远都变化了。然后变化。但是我们了解它的辨认它的过程，出了很多问题了，知道吧？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有时候就是今天讲的。捏造出来的争议很多，其实他的真面目我们看不到，我们以为是这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对，其实这个阶段的场中的那个说的话，应该是研究一下才可以判断的出来。是，但是我过去一点点就看过来达摩的那个，但是没有仔细的看，现在还是没办法判断说这个阶段确实这样的，没办法。是，下次就是有。看完了之后，就可以告诉。好，谢谢。就这样就可以。谢谢。好。